你好，你好，这是我们三合一滑鼠。好，然后它就是快充60秒就可以用一个小时。好，然后它三合一呢，基本上来就是我现在先把它打开了。那它同时可以连可以记忆三个装置。好，那它本身它有点倾斜面，所以我们不只是平面用，当你倾斜的时候又是全新的功能，所以它总共有16个功能。好，光滑鼠你可以自定义16个功能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切到中间，它有所谓的剪报笔模式，就空中滑鼠。它不只是一个空中剪报笔，然后它也是一个空中滑鼠，所以你可以暂停播放这样播。好，那三个按键你就自己去看你要设定什么，全部自己定义，你要前后交换什么，好，这些全部可以。然后它是唯一现在市面上有应用程式交应用程式切换的，好，所以你不用跑上跑下去切换，比如说你要 PowerPoint 变成播放影片，然后影片播放完又跑回电脑去播你的 PowerPoint， 好，就是直接这样切换。此外，空中滑鼠也可以。你说这个界面要装软体，因为你才能自定义。好，所以呢，基本上我们家的钱包笔呢，就是你连苹果的 keynote 都可以用，因为逻辑基本上只有支援 Windows。好，因为我们家的是全世界第一个唯一可以全部自定义的钱包笔。好，如果你有一些功能，比如说你简报，你常常最常用就是两种。好，如果你有第三种，你想要呼叫什么，你就自己把那个指令输入进去，所以它就变成，所以你也可以控制 Keynote 的功能。好，然后它还有再一个就是所谓的电磁白板，类似像这样子。好，这边就一个电子白板。所以你上台的时候，你可能就是用空中的；当你近距离的时候，你不可能用空中。好，进去你就可以用视讯啊，还是你要跟客人就是做一些简报，就可以自己。就是我们所有功能都可以去用。然后还可以，所有放好东西，你也可以把它存档，整个画面 screenshot， 好，把它存档下来。所以它就是一个三合一的，然后非常多功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展场 Computex 的话，一直到礼拜天到我们官网购买，现在就是9折。好，或是在我们的那个南港的鸟屋书店，好，也有贩售。你们可以先拍下，然后回去可以里面有。那这几款不同的部分是什么？黑色这个 PowerPoint 呢是旗舰款的。对啊。好，以现在我们主打是这两款，因为那是教育的，就是最入门。OK。好，然后这是三个按钮，然后这两个按钮。好，这两个差异在哪里呢？你们可以看一下，我们里面呢都有附一个旅游的盒子。好，然后它还有一个这个。我们是磁吸充电，快充3.4快充，60秒就可以用一个小时，好，所以就 USB-A， 然后就可以快充。OK， 我们所有都是快充，可是唯独旗舰款呢，这个呢，它是还有 2.4G 的模组。哦，就那一个。对，所以你家里的电视如果不是 LG， 像你想要像有那种空中滑鼠功能的话，你家里电视如果支援 USB 的装置，你插上去就可以空中滑鼠。OK， 好，或是你。有一些电脑是没有蓝牙的，还是什么之类的，所以其他的都是蓝牙嘛？对，其他就是蓝牙。好，基本上应该说这一款它也有支援 2.4G， 只是它配的这个东西只有充电器，但你可以另外到我们的官网去选购哦，再另外买一件那种双模的。比如说这种，它是有两个功能，然后这些都是一个功能充电的。那再來如果你们是主要是教育的吗？还是说IT 啊，还是什么之類的？就刚好看到这个产品。对对对，就是。有兴趣，对，因为我们也有一些比较进阶的 IT 的功能，你们可以试试看，可以用看，这有点好，所以我们这些功能全部都可以去设定。好，你可以体验一下我们那个倾斜的功能。好，举例来讲，好，你有没有看？你现在都在倾斜了。好，那你可以上下滑。对，你要。稍微体验一下，对，你会发现它倾斜，然后它可以停在那边，就然后你可以上下。来，我试一下。我先把它的。好，正常用都是这样子用，那你今天倾斜完就会这样。你看我都不用。就可以这样倾斜，去控制它这个。
Podcast 呢，它是有一个倾斜的角度。所以你今天如果是网页啊什么的，你就不用这么转转转转转，没有手掌，就是手去动它就好。所以我每一个按键呢，基本上前面就是所谓的左键。有障碍。这整个外形都是我们自己的专利。好，然后我们在国外也都是。是啊。对啊，倾斜啊，然后对啊，对上下，然后你也可以左右，对，没错。对啊，我也是要左右移动。所以你就不用在那边按着那个，然后自己滑。哦。所以你今天网页啊什么，全部都可以用。看到。对，然后你要一直转转转转。如果你今天很，你的列表是非常大，直接用搜寻。对，就一直转，你要转这样子。直接搜寻，放进来。啊，对对，可以。谢谢。所以你们可以在上我们官网有非常多的介绍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那这两款有什么差别？这两款哦。这一款主要是我们在医学上面的用，就是说我们有卖给一些像那种复健，有些人有那个睡到晚期症嘛，用我们的话，人体工学都可以马上改善他的状况。那不是全部都有啊？全部都可以，但是我们这一款就是主打在那方面，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叫健康功能，有点像是 Apple Watch 里面不是有一个可以监控，多了一个感应器在里面。对，哎，它没有感应器，它其实就是一些譬如说提醒你。你每天不要用超过一个小时的滑鼠好，就类似这样子。嗯、那有些人可以把它拿来当做像做简报的时候，不是会有一些计时器吗？你也可以拿来当计时器。OK， 对，好。那像这个就没有健康功能。那旗舰款就是所有都有，就大家有它一定会有。嗯哼。好，这个的话就是把一些功能拿掉了。好，所以我们最常卖的就是还是以这两个为主。所以在我们网站上，主要是看到这两个最大的差别就是 2.4G 跟第三个按键。没错。好，那其实这个还有一个差异了，就但比较少人在用，除非你是资讯的网管。好，你今天要从苹果的 iPad 远端到一个 Windows 的电脑 ，iPad 不是都触控吗？触控其实就是所谓的滑鼠左键嘛。我们跟那些远端的软体啊 ，VMware 啊什么，全部都合作。只有我们家滑鼠可以右键，在 iPad 上可以右键，全世界只有我们家，因为我们就跟他们直接合作， okay. 就开发我们的东西。对。好，所以就其实老实讲，就差异有三个。重量的重量有差，大概24克而已。OK， 一个橡皮擦的重量。非常轻，所以你看你拿起来就非常轻。所以它充电是磁吸的，就要这样子插上去。你就找一个，然后就这样子，就直接磁吸上。也是。哦，所以你说这一个的当的这一个就多了2.4G，都也是长一样，长一样。OK。但怎么判别不同呢？颜色来，这样。哇，好丑。刚刚那一只是这一只吗？对，这个。你看这个颜色不同，这是橘色，这白色。那 OK， 啊，大小也差不多，都一模一样。We shall see. Okay. Have a nice day. Yeah, thank you. Okay.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那个空。所以你平常会用到简报功能吗？比较少。像我们这个就主打就是你即使是在很狭小的空间，都可以去操作它。然后又有快充，一个小时看它很小，对啊，真的60秒就可以用一个小时，快充功能，对，就只是这样。Look, they're just, you know, to me, they're just the same class. 然后人体工学，我中间这个是怎样？中间就是 presenter， 就是简报笔，就是全世界第一次可以全客制化的简报笔，就完全按照你要的功能去设定。那你刚刚那个悬空的那一个是
对，就是这个，把它切换到中间。好，哦，你可以试试，好，按住。我三个按钮都设不一样功能，可以试。那你还是可以点嘛，因为它还是空中滑鼠，只要按住它才会去追踪。按住去移动，然后你点击就是所谓的点击。哦。你可以到一个定点，然后点点。哦。这可能需要练习，因为你要看哦，你把想象成今天假设这是一个简报笔，简报笔一定是一个超大的萤幕或投影机，你是站远远的操控，就不会那么难瞄。好，所以为什么我们它三合一，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桌面简报笔模式，你可以放在桌上用。刚刚那些功能全部放在桌上用。好，就是，它现在是走蓝牙，对，它现在走蓝牙。那它的延迟是不是比较高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，因为它其实只是教育用的，所以其实它延迟不会说大家会很 care，主要还是你的教育的内容。嗯，好。好，感谢分享。好，我再研究一下。对，可以再上网看一下我们的一些开箱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好，谢谢。